在场的十二位企业家 HR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我叫张雪岩，雪花的雪，山石的岩，今年23岁，来自于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就读于黑龙江巴彦淖尔大学，在校期间做了20多种兼职，其中业绩比较突出的就是说连续做过3年的驾校招生主任，创造的业绩是突破了100万。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白手起家，用新的创业模式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外卖店。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各个企业家多提一些建议，谢谢。好，欢迎雪岩。今天是自己来的吗？还是跟爸妈家人一起来的？今天是跟我女朋友一起来的。哦，女朋友也来了。大家好，我叫包慧丽，然后我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今年23岁，现在是佳木斯大学的学生，是大四的。你看你女朋友多乖，我就说做一个自我介绍，就差把这个微信号告诉我了哈，好细致啊！来，姑娘请坐。你看他们俩就挺般配的，就都是就挺乖的哈。但是你男朋友刚才自我介绍，我感觉这是折腾小王子啊。有一部分是那个跟家里边一部分原因，因为我这个从小吧，来自于一个县城下边的山村，刚上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没有超家里再要过生活费，无论是给别人发传单也好，还是送外卖也好，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来为我赚取生活费。最关键吸引我的就是你连1K 家的活都一直在做。对，现在还做呢。你都有自己的店了，你还在做1K 家？对，就是说在来那个非你莫属之前吧，自己的外卖店我就给它兑出去了。虽然说兑出去了。对，兑出去了。因为我这个外卖店是跟其他的外卖店不一样，所以说谁对都可以盈利。刚开始对的时候，一双筷子一个碗都没有。我为了节约成本，我没有说进行好的一个装修，只是说买了一些简单的壁纸，就是说整体的设计还有什么颜色啥的，包括这些桌子，包括这个厨具，还有那什么灶子，是我通过二手市场上自己淘来的。你这个每天流水大概多少？每天的流水一天能达到个100-200单，好的时候能300多单。那你从接手做，从开始做到现在赚了多少钱了？4年下来能挣将近30多万，而且还今年开学吧换了自己的第2辆车、哎。这个车换的是因为这个是我驾校他给我买了，只要是我在大庆学院，这车就是归你的。我连续跟着我这个校长做了3年，他为什么能给我买这个车？为什么说给我去修？学院你开了，我给你加油，你开了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你干得好是。任何一家驾校来跟我谈那东西，谈那个合作的时候，我连微信都不加，因为微信加的时候，他们校长都认识，他点赞，另一个点赞他能看出来，是为了避免这个，所以说我跟任何人都非常专一。大学嘛，现在大四做了3年的招生办主任，因为我据我了解嘛，这个大三大四他们考驾照这个机会几乎都考完了，忙着找工作实习了，对，主要是大一大二。我能把这个市场占领到60%了。比如说这个巴彦淖尔是一个大学，怎么能把这大学市场覆盖了啊？这个学校是用各个学院组成的，我首先是去找每个学院的院代理，院代再给我往下分班代，我这么就能把这一个整个一个学校做好了。之后呢，我对我团队有一些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管理，提成必须是阶梯式的，我分为2级代理、1级代理、经营群代理，谁招人多自己往下升，每次因为300多人嘛，我也管不了那些。三个群分为3个负责人，他们来管，我只需要对接你们仨就可以，然后就直接就实现了覆盖60%的市场份额。对啊，因为这个我找的人是在每个院嘛，他们在里边，因为大一大二的人学生比较说信学长的啊，哎，信有能力这种人，他们比较信服啊。你找的代理大一大二没人听你的，2000多块钱你招了人家不愿意去把钱交给人，信不着你啊，对吧？就信学长的。对啊。就如果你们学校的老师或者你们学校的院长知道你们这么多学生都在干这样的一件事儿，他会同意吗？上大学不只是为了学习，更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这个人生体验，这个社会实践嘛。主要是这个做这个事儿他不耽误学习啊，也没有违反纪律啊。组织这边人他们已经退出组织了。那你现在考研和中国移动那卖那个卡电话卡，你这三件事都用同样的模式在做，对吗？中国移动这个是校长不是校园推广，是必须得在每一年的新生来的时候，来大学4年需要换一张大庆的本地移动卡，对吧？完之后呢，通过让他们来选号码，这种模式，一张卡是100，是不是？我可以让你交5块呀，哇，定金你收了，这个客户我已经锁定了，别人卖不了他了，他只属于我的客户。各位，大家一定要相信，在校园大使里，
真是年年辈有人才出的，他是算厉害。雪岩，我觉得就两个字，你知道吗？就是佩服。我看见你的简历，我特别都差点乐出来。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公司在你们学校做校招呢，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学校我只要招到你，我就满意了，你知道吗？哎，今天未必是你招到的，是看我们的，我们也有机会。对，我只是说我特别喜欢你。我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近期录制当中难得一见的一个优秀的小伙子、啊。大学生还是大学生。如果说第二轮全部留灯的话，因为好久没有第二轮全爆灯过了，从很久很久。那我怎么那么怀疑你会灭呢？我肯定不会灭，我肯定留灯。你们看见我都要搓手了吗？行，那这样吧，来，十二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选择。第一轮结束，全场十二盏灯都为你亮起。谢谢。好，我们赶快进入第二轮。天生我有才，就是我放一段短视频，能记录我大学四年我的一些经历，还有这个各位老板对我的一些评价。这小伙咋那好呢？还有自恋了。这是你拍的吗？这不是我拍的，这个构思是我想的。原来大学生创业是为了什么？为了赚取一点自己的生活费吧。但是，也有为了一个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经历。为了保证学生的利益，为了保证家校的创收，我总结了四步招生法。工作有一年的时间，为我校带来的利润100万元，为我校带来的业绩。真出乎我意料。我眼中的张雪岩不光是长得帅，最重要是业务能力强。我们鸿鹏考研所有的领导对雪岩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责任心是给予肯定和认可的。作为与他朝夕相处的老师，我对他的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事都非常的肯定。因为我最喜欢长跑，他能让我在生活中、事业中非常有毅力，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哇，简直是太棒了！谢谢，完整全面，而且这是我见过的非你莫属十年以来这个介绍记得做的最好的。而且段老师，我看完了以后，金杯银杯不如视频简历。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么极致的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做出来，我觉得你的前途无量，真的。我想说一句，是说我这个不远长途能来到北京，其实要来必须要做好了。你已经被我们夸晕了，可能哈。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销售，跟这个教育跟互联网有关的这种。你的意向薪资是多少？我写的是7K，但是如果各位企业家感觉我有能力，我做到那个份儿上了，我感觉你们能给我出的价格也能出到我心里上。没问题。然后你的工作地点是？就是杭州、江浙这边。哎，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我首先去哪儿工作？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和对象大学异地已经四年了，我欠的东西很多了。我对象曾经跟我说过，说人家这个男朋友当我回寝室的，人就在寝室楼里等着，帮人家背书包拎包。其实我那时候心里边是很酸的，所以说我找工作了，我也要考虑我对象这一边。雪岩，哎，一定有机会啊，能让你和你对象在一个公司，而且他不必去改变自己的专业，因为我们也招程序员。来，姑娘，我问你，你放心把自己的下半生交给他吗？我太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比较信任他，就即便他不在我身边，我也能感觉到安全感。哦，这个女孩特别优秀，就是她在展示那个视频的时候，女孩子在台下一直给我介绍这是她的哪一任领导，然后是这个是哪一个，她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对她的每一幕她都很清楚，这是可能他们两个很幸运的情感。他们俩身上有太多太多当代年轻人身上我们希望看到，但是又有的时候会看不到或者有缺失的那种最可贵的品质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如果你的生命还剩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首先第一件事做的就是说好好的陪陪我对象吧。我最想呢去的地方就是说领他去，再加上带上我的父母。第二件事就是说，如果是我最后一天是在某一个公司或者是某一个岗位，或者是我有我的团队，我需要把我所积累的
说一些什么商业机密了，我所有的想交给我的团队，我只需要就这两点。太棒了。哦，我觉得这个雪岩就是他有好几次让我感动的想落泪，就是他讲生命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在底下跟他女朋友说的原话，肯定把最后一天留下时间来陪伴你，他马上就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大学生时代，既懂得工作，还懂得守护一份非常宝贵的爱情，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少见。你讲的情商非常的好，既有亲情、爱情，还有责任心，特别棒。谢谢老师。嗯，稍微破坏一下氛围啊，你是来面销售，比方说猎聘，对吧？你可能想去猎聘做销售，你觉得你可以在猎聘卖什么？咱们猎聘网说现在说有什么产品？这就是你该调研的呀，否则你干嘛要去猎聘呢？没错。当时我选的时候就感觉，毕竟这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互联网这方面的，我就感觉比较有发展前景，毕竟我也是刚毕业嘛，对这个各个企业这个深入了解还是不算那么了解那么太深入。就是雪岩，我只给你提一个小建议，就是地推其实是中国互联网发展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它的黄金十年是在过去十年，你只踩中了最后三四年，但未来十年地推的权重或者发展空间会逐步下降，你要准备好去迎接一些新的东西。好吧，各位企业家，第二轮我们就到这里啊，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徐磊，怎么就你一个？好，雪岩，第二轮结束，台上还剩下11盏灯，今天你接下来要很辛苦，要到台上灭9盏灯。对，有没有必要听一下女朋友的意见呢？这个希望，很希望，要不然我也想问一下了。这样吧，最后等到走上竞价台的时候，我们把女朋友请到台上，然后你们两个可以悄悄地耳语一下，然后你做出选择，好不好？好啊，也让女朋友一起见证你这个成功的时刻。好，刘仁优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7K 加，工作地点北京。7-0 Win 给你的是加盟的一个销售经理，然后薪资是7K，地点你来定。随风奔跑的俱乐部给出你的呢是课程顾问这个岗位，主要呢就是销售。我们给的待遇是8K+，在北京，因为我们是可以有住宿的。如果在我们俱乐部，你可以看到很多 NBA 的这个明星。然后在你现在的情况下，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怎么平移，其实你起码要找到一个你熟悉的、你能够理解的产品。少年得道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社群营销的职位，12K+。我说一下，我们公司差不多一般销售的收入能拿到这个2倍。然后呢，另外呢，我个人承诺哈，因为我没办法让像有的老板说直接说可以招你女朋友哈，但是我个人可以帮你女朋友找工作，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啊。雪岩，我给到的是猎聘北京的一个高级销售顾问的岗位，然后薪酬是底薪是7K，再加上提成部分，估计综合收入应该在20-40K之间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可以有一个承诺，是说在北京锻炼2年以后，我可以送你去杭州，当然也包括你女朋友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精英招聘的平台，我们想给人找工作还是可以的。优越传媒给你的岗位呢是做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的内容营销的媒体经理，我的底薪是7000起，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比起任何你待会儿评估的行业，它的佣金的比重都会很高，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然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的话，我担保把你的女朋友至少介绍到松鼠 AI 去。我不要，因为我会自己招。我说一下啊，就是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销售岗，叫市场拓展，底薪呢7000+++。我们销售部门，你知道，你选择了销售，就一定不会选择高底薪。那我们的奖金在整个行业内是最高的，7000+++。对，我们是直接可以把你女朋友现在就招走的。哇，这个力度，这个力度好大。地点是上海。女朋友要招进去的话，薪资是多少？8000+。喂，你这样不负责任，你根本就没有了解，你怎么上来就开8000呢？因为我相信我女朋友，她的实力比我还强，给多给她一点可以，给我少一点也可以，没事。小叶，他直接就已经把你的这个话全都得了。你女朋友的工资10000。给少了，太任性了啊！好，任性啊！
太棒了。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台上就是这样的，你今天特别划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真的特别想要你，有一些要不到你的老板他会帮你去加价的啊，比如像东北。没有，我是直接可以给你开 offer， 如果你能通过我们的 Java 开发工程师的面试的话15K 起，如果说是测试开发工程师给你兜底的话12K，所以怎么的也比你的企业家们，企业家们要出多少，我比他多1000。哇哦，哇哦，哎，我第一次觉得你比厉浩洋要帅气。我跟你们说，今天真的是拼了。你们是在花式抢人大战啊？真的花式抢人，我那个你看，见体育明星的，见演艺明星的，然后帮着找工作的，我只能答应你一定能见到咱们的老板，就是雷军。好，但是呢我给你的岗位啊是这个活动执行，当你慢慢了解了公司的企业业务和有了一些 IT 的积累以后，可以转销售。天上到家给你的岗位是储备城市经理，那么起薪是8000加提成，如果你担任了城市经理还有期权，工作地点可以在北京、长沙或者杭州。那大家都提到女朋友、家属方面，你们天鹅到家？我跟你说，我做人力资源30年，对，工作解决你这么优秀的人来讲，解决工作不是问题。你可以选公司，我可以保证能进去。哇，哇哦！你选松鼠 AI， 老段试试。你选松鼠 AI， 我找厉浩洋。哎，也没用，说你们现在在说，你们看花姐在拿着，赶紧改，再不改的话，一会儿这个牌子都没法举了。来，花姐亮一下。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雪原特别适合创业，在斯凯乐，加入斯凯乐之后呢，底薪是10000，然后再给你20%的内部分红，也就是说你的给你创造一个部门，内部创业的方式。看好，杭州和上海你任选，销售是底薪1万，另外将来你任何时候创业，明天去创业，我跟投100万，投资你100万，有没有？未来可期，他未来可期，他未来不可限量。他女朋友我不管，我相信他女朋友一定能在我公司隔壁找个工作，跟他同时上班同时下班，但是我不支持他两个在一起工作，因为会造成很多的生活误会、工作误会。他可以到我隔壁的阿里巴巴去工作。好吧，谢老师。然后按照我们刚才约定好的，来，在谈钱不伤感情环节请上雪岩的女朋友。你们看见了吗？他还要向我来请教啊，我要给他一些建议啊。我作为一个唯一灭灯的人，包括我刚才看了大家的这个环节，我想稍微表达几句。刚才大家的在座11位表现的在职场上不合理。他女朋友是哪所大学？我相信他女朋友很优秀，但他跟他是一所大学的，他在这样一所大学的念计算机是不可能拿到那么高工资的。大家表现的不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和姿态，企业家是感性的，他们给出的承诺要考虑到你们未来在职场上真正自己的发展，而不是今天在舞台和聚光灯下的一句话让你们也冲动。这个冲动未来有落地。这话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应该秉持一个理性的心态。我觉得也能理解大家做出这样举动的这个内心情感的出发点。还有一条就是，即便你招了他女朋友，不是还有公司的考核制度吗？对吧？行与不行，你们给了一个敲门砖，给了一个机会，打开了一扇门，能走进去走多远那是姑娘的事情。来，雪岩，灭灯就不用女朋友了，按照我们的规则，接下来请你走上去灭掉9盏灯，有请。好幸福也好艰巨的任务，这是要团灭呀。不好意思，老师，你很优秀，灭得好。没事儿，后边还有好的呢。老师，不好意思。看似体育明星没有诱惑力啊，对他绕过了3个，给你点赞。谢老师。好，我们有请周伟和郭兰走上竞价台，来，雪岩回到台上。好，那么你两边各有一个提问的机会，问你一个最想问的问题。首先问一下介绍员这个老板，8000后边有加号吗？活动执行的岗位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市场的职能岗位。然后我也说过，因为你现在对于我们卖的产品云计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些学习，
当你对某一些业务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可以转到销售岗的时候，我们再去跟业务部去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未来发展这个方向大约是市场推广啊，还是做哪个一个区域啊也好啊？是这样的，就是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两块，市场推广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客户的开发。那第二个方向呢，是整个市场运维，其实是 to C 端的一种市场活动。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再进来再看，我先会把你放到 BD 这个团队。你女朋友的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就必须完成。只要她同意来，我就同意收，价格就按刚才我们说的走。来，十秒钟的时间，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给出拒绝理由。来，握着雪妍的手吧，给她一点力量啊。我选这边。松鼠爷，谢谢。祝贺雪妍和松鼠爷牵手成功。我一下招到两个，非常好。一起过去吧，来。哇，好幸福，般配的一对儿。你看步伐都走得一致啊。